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潘培金。带大家来共同关心的是，从最近开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跟大家分享这是美国零火的状况，究竟为什么我们在今年度会特别的关注这件事情。其实每一年好像这个零火都会发生，但今年仿佛是特别严重的。而事实上呢，我们从一些数据上面可以来带大家一起观察，从1月1号到一直到10月3号这个为止呢，事实上整个美国就发生了超过44,500的火场，而且烧毁了大概的面积有超过31,000平方公里，相当是台湾的这个80%的台湾都在这样子一个烧毁的林火的一个状况底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不只是在山林里面的众生生命上遭受到了危机打击，甚至是呢它所产生的浓烟是整个影响到了附近的地区。而今年的美国特别的不安稳，其实我们都说这个林火风势要往哪里走就要看风往哪里吹。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安心，觉得还好这个风是往深山里面吹，但是呢上人就说了，这样子这个火不是人力可以扑灭的，唯有心要很虔诚很虔诚。后来呢就开始陆续听到这个火势开始变了向，而临时的改变风向，还有这附近啊，因为温度很高，天气很干燥，很多的野草呢就助燃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会发生的林火状况。所以这林火突然大规模的面积开始增长，整个的消防队员是疲于奔命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非常多的人不得不要撤离家园。很多人说我五代都住在这里，这是有五代回忆的地方，但政府却只能有5分钟的时间让我撤离。很多人说这就好像是电影的场景，但是我却深陷在其中。而在这样子的理念底下，上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心念是跟大小乾坤彼此互相连接的，火就是我们的嗔心，而水就是我们的贪欲，而风就是愚痴，就是无明风。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调整自己的心念来影响大乾坤，唯有一念很虔诚的心。更提醒当地的慈济志工，我们不止愿，我们更要去救，而且我们还要救到让当地有感。我们接下来有多个画面带您一起来看的是我们在风灾发放的状况。Today we're doing a drive-through distribution. It's a distribution of supplies and hot food, and it's for people that were impacted by the Bear Fire. So we're anticipating to serve 1,200 people. The line right now is 13 blocks long, and there's like over 300 people in line. Going through the different cars, we were able to give out some support system, financial support or assistance. Being able to give assistance, it felt very relieving.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ing too because of the emotions that comes behind it. Sushi being out here is an excellent resource, not just for the blankets and the gift cards, but for the further on resources. But I actually knew about the sushi beforehand because when I lost my home in the 2008 fire, you guys were the people that helped me the most. Everyone has been amazing. Like I keep saying amazing, but some of the people have lost everything in fires themselves. And for them to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and then to come and be here for people. So we're grateful for this right here, right now. I have friends that were camp survivors. And they told me to give contact to you guys, and we were alive. We got out of there with our lives. I'm just trying to learn about as much resources as I can so I can rebuild and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而在发放的过程里面，不只是提供现纸卡、毛毯、香鸡饭，还有这一些物资呢，给他们的不只是在生活上面的支持，还有就是心灵的慰藉了。这就有灾民呢在现场读了上人的慰问信，心里面满满的感动，因为他说感觉到自己的心是被抚慰的，有人正在关心的他，可以感受到那份的温暖，让他有支持的力量可以继续站起来。甚至是也有人说到说，哦，原来这些我收到的钱也是全球的人从零钱这样子凝聚起来的爱心，他就从这个他的车子里面啊，平常都会存取的一袋铜板钱，是他的救济金，他一听到他自己拿到的钱其实是来自全球的人，他就像画面上您看到的，他就到车上去把他的这一包救济金拿进来，跟他说，我今天我也要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笑着对我们的慈济志工说，现在我也是心灵的富翁了。这就是上人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灾难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要从我们的心念开始做起，我们要能够忏悔，要能够祈祷，更要能够用虔诚的那份心去行善，去付出。当我们受灾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灾民，但我们同时也是有能力去付出的人间菩萨。这也是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也唯独只有虔诚的那份的心，不要忘记也不要放弃任何一分善的心念，就像是当初两年前的坎普山火，可以到后来还有慈济志工持续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相信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份的爱的种子投注下去，就能够有更多的人间菩萨。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我们平常啊，真正的要用心去付出。人世间啊，人世间同样在这样的一个大乾坤里面的，人人都有个小乾坤。这样的小乾坤呢，要如何调试出来？去自每一个人规格的生活规律，那当然就是需要。有那一份的爱的辅导，爱的分享，爱的付出，把这一份的结友情投入在众生迷而不悟中，把它抚慰了，把它呼唤了，醒过来，他也可以当菩萨。那一位警官啊，他也是有在存竹筒，因为那一次啊，我们发放也带了一些呢竹筒进去，在发放的同时，这毛毯啊等等资料，我们同时呢还给竹筒。他们真的呢，就开始投钱，祷告哦，那个竹筒啊甜啦，他还把竹筒啊的钱倒落来，去换钞票。那换了钞票呢，搁个落落去，竹筒啊的内底还可以有空间，还可以铜板继续。这一回慈济人去了，慰问他，访视他，那帮助他，他就把他这两年多来的竹筒搬出来回馈给慈济。这都是呢人啊，人只要有爱心，你不求回报了，那很自然的回报归来，给我们呢也是一股很大的大气，让我们知道你付出呢总是啊冥冥中有所回馈，那一种爱的心念啊，那一种那人间友情的，这也是平常最近啊师父一直说，我们
要开路，路啦，我们呢，甲开开了后，一日一步啦，寸寸破路，这是历史。在历史呢，总是我们远远的路铺到了人间人群，可以呢菩萨早生，开辟为菩萨大道。这些人敢不是现在这些菩萨呢？我们给的空空的竹筒，他现在呢满满重重的竹筒，那再拿回来，虽然他一再受灾难，可是他那一份的坚定行善的心还是啊，你看饱饱满满啊，这都是大地众生啊，皆有如来地自性，有如来的地性啊，这都是菩萨默默的付出。那这样子的因缘成熟了，就把它招来，来加入入来，名副其实持戒人，也许一步一步呢，就把它牵来，成为真正的人间菩萨。这就是佛法在人间，佛教人间的教义，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超人嘱咐当地灾区虽远，却要尽力支援，而不要蜻蜓点水。我们要救到让灾民有感。而在这样子的努力过程里面，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了人间菩萨的展现。当我们要去敞勘的时候，却被警察挡了下来。结果呢，有一个警察认出了慈济人的身影，他说在2年前的坎普三火，我就受到过慈济的帮助。而这个警察他就告诉了我们，他要告诉所有的人说，大火会带去物品，但不会带去的是生命的回忆。而当初慈济给他的那一个竹筒，他一直留着，每一天回家就会投下他的零钱，大概6周就会投满竹筒，他就换了支票再去捐给慈济，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当初的一个善念。而后来这个警察就带着慈济人进到灾区里面做进一步的掌勘，希望能够极快的让这些援助的物资能够到需要的人身上。这也是上人不断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念，小乾坤跟大乾坤是息息连结相关的，也只有每一个人虔诚的心念，要记得行善付出，而且人少的时候就会觉得无奈无助无力，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当人和人之间的心力聚集起来的时候，就会是一部共善的力量。这最近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地方在做环保志工的受证，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如常长期在付出的行善的心念。而每次的受证其实就是在心田里面种下了一股愿力，这股愿力是有力量的，而人的共善凝聚起来就是一股虔诚的力量。这就是上人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生活里面做起，共同的爱护这颗地球，守护我们的心念，更是从每一餐的时间点开始如数做起，我们也能够种下善根。我们接下来带您来看的是一个星光环保站。为什么叫星光？其实很有意义，带您一起来认识。我们星光环保站的位置啊，它是靠近这士林行政中心跟那个星光医院中间。它是从清晨哦，还没到差不多5点多钟哦，那就有人来开门开始做。我4:45到家，啊，我咯较早转去较危险路啊，转去靠工地爱走。我们这边光线好，好，然后呢，那个空气非常清新的，很适合来这边做环保的，哦，来用这个星光来照顾大地。
凌晨班接早班，开启星光环保站一天的忙碌。有几个哦，他九十几岁了，他老菩萨，他呢很喜欢来做环保，他就住那个附近，他一定每天早上他就讲过他也有很好的话，他就说他宁愿哦走着来这边，就是一起来做环保，很高兴。啊，也有那个就是身心障碍稍微哈，啊有几个哈，啊他们也在我们环保站，我们大家都非常爱护他哈，大概做两三年啊，变得比较正常。经过一上午的分类，午餐前的时刻，资深志工会让大家来个小憩，唱唱歌，疏解一下疲劳，也让彼此讲讲做环保的心得。这份快乐延伸到下午，志工得出门去载回收物。我们物资很多，分的会比较细一点，几乎是每一项目都有做。那尤其是塑胶袋，塑胶袋我们做了差不多快十年了。志工多年的带动，摊商和店家都会主动把可回收资源留给他们，而且有些习惯也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自己本身出去外面买东西，我没有再拿塑胶袋。我的生意说完全要用，没有用塑胶袋，客人没办法接收。我都跟客人讲，假如能够是最好。客人给我多拿塑胶袋，我会生气。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真的很浪费。等他们分类好了，然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压缩机再压缩，好，压缩完让它减低它的体积，然后一块一块的，好，它这样会比较好，好装载的时候也方便。再来，好。夜幕低垂后，环保站依旧还没打烊，再回收物的货车忙着送回隔天要让志工们处理的资源。从天蒙亮到月上天际，五班轮值的星光环保站是社区永不熄灭的环保之光。从天还没有亮做到连月光都出来了，难怪这个星光环保站是让每一个人付出的心念都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田。不只是在台湾这么努力的做环保，在福建有一对全中的姐妹啊，都已经70岁了，但是两个人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修旧做环保。他们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手上戴着这个手腕上面的这个手电筒，头上戴的头灯，相约到村子口就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做环保，一台小拉车，一台三轮车，两个人相约做环保，一边聊一边捡，看到了垃圾堆，好像看到了一对金山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就如同上人说，当我们的心中的那盏灯点亮了，事实上那盏智慧的灯就能够陪伴我们在人间菩萨道上走得越长越远。而每一个人的心就像青地的农夫，要除去烦恼的野草，也要种下好的种子，好的种子多了，长出了菩提灵力，自然而然烦恼就少了。更不要怀疑，也不要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最有力量的。而我们接下来就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看到现在整个大乾坤啊，哈，真担心哦，很担忧，尤其是这一波在大地上的，天天看到了火，一直现在美国的火还没有真正的平息，还在继续烧。现在呢，最新的又是呢一波，啊，连烧了南美一带5个国家，就是啊呢，古爷弟弟烧起5个国家，那包括就是南美，包括巴西。加大片呐！我们在同样住在地球上，好像他们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远。地球才有多大？何况呢？这样，地球的真正的实体被破坏了，我们人类呢？在这一块
同一块的地球上生活，同一片天空的空气，它的污染哪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地方呢？这天地之间啊，众生万物都是共一个空间，共生息。我们人都是不觉，都拢无感觉啦，所以还是呢，天天沉迷不悟，这都是让人真担心。佛陀的觉悟那一刹那间，他就是其在其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本性。头前一句话给咱赞叹，但是呢，悲哉悲哉呀，众生苦啊，不解迷茫在苦难中，沉迷不悟，咱都是沉迷啦，沉迷不悟啦，所以会造成了许许多多罪恶。所以因啊，因种进入去了，还不觉知，还要呢，不懂得如何呢，及时把我们的心地赶快呢，来做一个心地农夫，好好回过头来耕耘我们这一块心田，过去的杂草有害大地的，应该要如何来处？美国目前都还有66个火药中的林场，而慈济连同红十字会、救世军，还有当地的消防机构，共同的持续来做发放场刊，希望能够第一线把这样子的需求提供给需要的灾民。而上人不断的提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提升起完整的爱。当我们看到人受苦，心里面会升起不忍、慈悲心，更要把这个慈悲心扩展到众生。而我们每一天的如数就是最有效、最实际也最有效益的个人行动，而每一个的心念就从每一餐的决定开始。只要我们能够转了心念，我们也能够成为救人的人，共同把这份祝福送给世界上受灾的人。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志工早会，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让爱扯出去那前方满